玩盘好，我们今天的话继续来玩一下我们的一拳超人最强之男了，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要干什么东西呢？就是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故事剧情内容啦，好不好？上一部影片有跟大家讲说，就是最近有出了这个第二章人类怪人啦，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里面究竟出了什么东西，来看一下里面究竟有没有续，还是其实这个我已经那个啦，我已经是不是已经看过了，还是怎样？开始一下这个任务哦，来了，好不好？第二章人类怪人哦，可恶！你是什么人？我可是 A 级英雄哎、欸！他其实有语音啊，我就看给他听着他念就好了哦。其实目前来说，漫画已经到非常非常后面了，但是我还是蛮想要看一下他手机游戏到底是怎么呈现这些剧情的哦。对，原来那个背心素食派是就是被二郎攻击的人，因为他可能出现那个在漫画里面的画面没有很长吧，所以其实很容易就被忘记了。像汽车人的话，我也是后来就是重新补动画才发现，原来就是他是在那个奇遇在买东西的时候，然后看到他，然后就一群把他打烂的那种角色，你知道吗？然后就在这游戏里面这么抢这样子。背心素食派，所以他们全部都跟背心尊者是有关系的吗？感觉好像是哎、欸。たまたま見つけたから枯らしてもらったが。这种人很讨厌哎，我只是看我看到你，然后我就把你打死这样。哈哈。あごたえのなさに驚愕だぜ。覚悟しておけお前。ヒーロー敵に回すとどうなるか。ああ期待してるぜ。化け物級のヒーローと戦えるのよ。哎、啊，就这样就走了。もう立てんのか。呀，帮古。那茶兰古。轻浮客，他不叫茶兰子吗？怎么又变轻浮客了？俺は半年間ここで何をしていた。死ぬ気で修行に励め。と言っただろう。技を身につける見込みがない。武の才能のかけらもない。今日でお前を破門とする。哎、欸，你可以不要这样吗？人家就是因为没有习武的能力，也没有一些就是武学的能力，所以才去找你拜师学艺的啊。要不然，如果我有武学能力，或者我就不就自己学不就好了？我干嘛还去拜你师啊？莫名其妙，然后就被屠出师门了，好可怜哦。你都都哭了的来。好可怜哦，呜呜呜呜。チーフが身辺整理は終わったのか？哎、欸，他被逐出，他真的被逐出师门嘞！等一下，怎么会这样？もともと身寄りのないじじいじゃ、あんたと一緒でな。ふざけんな。こっちは数百人の弟子とお別れしてきたっつーの。あ、あ。哦，所以他是故意的吧？他们是故意的啦，就是这样子，然后才可以专线去弄二郎吧，应该是这样子。可愛い弟のために全てを捨てて駆けつけてくれる。最高だぜ、お兄ちゃん。お兄ちゃん。ガロのやつを放っておいたら。いつかうちの看板も取りに来るじゃろ。ほら行くぞ。お兄ちゃん。気をつけろよ、お兄ちゃん。太好笑了。今じゃ、あいつがどれくらい強くなっとるか想像つかん。お前がわしを呼ぶほどだからな。来了来了，好笑哦，你这样，我闹兄弟哦，闹这两个白痴，白痴闹那两个白痴来了能干嘛、啊？哈哈，哎，还没讲完就被打死哎、欸。せっかく拾った命をわざわざ捨てに来るとは、可愛いバカだな。可愛いバカ。哎、欸，二郎身材真的很好哎、欸，你看肌肉满身，然后这个肥肚肥肚。
ボスレの筋肉たちも生きては返さん。死ね。哦，哦来了，背心大师。射程が世話になったな。你怎么收一大堆烂小弟啊，背心尊者，背心大师，别再乱收啦，他们风评不好啊。SQ， 大物が釣れた。嬉しいね。燃えるね。燃えるね。啊！無面ライド。恥ずかしくないのか。S 級ヒーローともあろう者が人間相手にとどめを刺そうなんて、もう勝負はついてる。ヒーロー様に手出す方が悪いんだろうが。邪魔すんな。我々の怖さを教えてやるんだ。やめろお前ら。確かに彼の言う通りだ。俺は人間と喧嘩するためにタンクトップを着こなせるようになったわけじゃない。嘿嘿，おいお前、これに懲りたら。那二郎都还没打呀，他已经觉得你们这些人很吵哎。二度と他人に危害を加えるな。わかった。二郎怎么就这样示弱了？帰るよ。居然。溺れて悪かったな。哈哈。哎。嘘。哦，我想说习惯他怎么可能？コースに変更はねえ。啊，哎，不是，哎，太多二郎了吧？哇，我们有超多二郎的，我们可以玩一堆二郎哎。而且为什么爷爷也要帮他、啊？哎，莫名其妙哎，怎么爷爷也要帮背心尊者啊？不，也要帮那个二郎啊？莫名其妙，什么鬼？妈，我们二郎很强的哦，直接打烂，好不好？哇！辛福克自己跑过来了啊！哈哈！哎，不是，哎、欸，飞走嘞、欸！辛福克飞走嘞、欸，人不见嘞、欸，没在地板上哎、欸，太可怜了吧！哇，飞到这边哦、喔，太远了吧！遅かったか。なあバング、次に奴が出現しそうな地域は予測できるか？バング、チャランコ。查兰克啊，没了吗？还有吗？还有吗？哦，好像就没嘞。哇！好可惜哦，反正后来的话，他们好像就是有追到那个吧，有追到就是我们那个地方。然后二郎后来好像有受重伤，然后被一群就是英雄围攻，然后他有保护一个小弟弟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哇，很期待！我觉得其实他这个就是改到游戏里面的这个剧情，是做的也挺有趣的哦。所以我自己个人也是还蛮期待，就是那个剧情的一些展现，好不好？我觉得还算是 OK 了。那目前来说这边的话，就是慢慢的累积啦，因为其实每天解任务的话，都可以领一些宝石嘛、钻石。然后在我们就是那个黑卷有限时角色出来的时候啊，你在我们日常区这边都是可以买一些就是招募券的哦。那买几张招募券，然后来存着，然后等到时候要抽的时候呢，啊，再一次抽。反正基本上限时招募角色的话，180的抽就会得到一只嘛，所以就可以到时候再看一下有哪一些角色比较喜欢吧。反正因为我基本上漫画都还是有在看啦，就是如果之后有出什么日轮啊或者什么的话，应该会还蛮嗨的。但是我觉得后面的话应该比较大机会都是出一些反派角色吧，因为现在大蛇那边的据点的那些角色都还没出现嘛，就只有先出现一个大炯眼跟凤凰男。那如果后面的话，像现在已经到达一个蛮酷炫的一个境界的话呢，那我觉得后面的话反派角色会比较多，因为英雄角色出来的比较少啊，也只有出一只爆破而已嘛，对不对？那其他只的话就真的是比
比较少一点点哦，那应该是出蛮多那种英雄角色，所以我感觉应该会有蛮多那什么黑色叉子啊、流浪地啊，或是我们就是那个大总统什么之类的，应该还蛮有趣的哦。好，那我们基本上的话，就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更新，或者有一些就是新的剧情登场的时候，还是会再继续拍影片给大家分享的哦。所以大家的话，基本上我还是有在玩这款游戏啊，只是玩的就是比较还没有办法那么强啦，就是慢慢玩慢慢累积这样子，然后慢慢去升一些角色，像我现在也是慢慢再打一下我们这个杰诺斯的这个勋章啊。我跟你讲，这每一个都要几百个几千个，这种是非常非常超多，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慢慢花时间再去培养的啊。好，我们继续玩到这边啦，我是视频再见，露大家拜拜啦。